我 NBC 特集，时间11:03，夜年4月24，四五。等先啦。呢一日 DSE 就開考啦，咁我就星期六先開考第一科化學。對於化學嚟講，我都冇乜，我都可以話都唔係冇乜信心嘅，但係信心不大。屌乸西！我聽日8:30就補課，星期六就考浮啦。咁我都睇個新聞啦，甚至我今日呢個通識嗰個補課都有啲嘢知道。你入到考場之前，先喺出面就仲消毒搓手液，就唔係用酒精搓手液，就先捽乾淨自己的手，然後通過呢個紅外線的體温檢測器，然後再交一張嘅健康申報表，跟住就坐在操場嗰啲凳嗰度，準備入去考場嗰度。而你如果你打就藝覺得好藝局嘅話，你唔可以除咗考官要求你除咗識別身份之外，仲有同事都要帶備身舊，仲有證。同埋身份證，佢話要提，佢話呢啲工作都好 long 禮，所以都提早40分鐘去到場地。咁我都係一如以往啊，我都提早6點起身，因為我都要準備好多嘢。我首先食到蔬菜，食到餐啦，跟住出去啦，行過去嘅時間啦，都要計下嘅。排球書院、天華路、馬豪，我上次都略有啲行過，知道點去。我玩 BF 唔好話分我斷線，雖然我咧好274，而我玩 Way 將特怪嘅突破攻擊嗰方咧155-41，咁我就記得呢一155個，亦都係我最高嘅記錄。我記得我殺得最喂55個，我記得我殺得最多係52個，10月幾嗰陣。我阿哥話我攞33,716係最高紀錄啊嘛，咁我記得第二最高係我攞29,000+，玩呢個輸贏飛人攞下 Tencent 90幾個人攞29,000+，咁你話呢一個 KD 嘅話都真係好容易俾我外掛，係100% 俾人話外掛，因為個個都係咁諗。好似話下個月定唔知幾時啦 ，BF5 都會出呢個新地圖、新嘅 weapon， 最近之好多嘢都有出現。呢度都係哇算，聽日都係最後一日嘅化學補課，補課完之後第二日就考啦。
開頭一點幾唔係十二點半就收到個訊息，就話呢個疫情持續，所以話謝思燕就會有阻滯，所以話開頭佢打算 cancel 咗個謝思燕，後屘就改口，就佢話如果你唔 agree 呢個取 cancel 呢個取呢個謝思燕嘅話，講低，跟住啱啱就係有兩個 promotion。應該是兩個方案，第一個方案預期都是女優這個謝思燕，第二個方案延到八月先舉行。八月，你回想翻起，唔係，係啊！我講起八月嘅話，就令我諗翻起有，我望到有人都去台灣升學，咁你話你到時八月都會見唔到佢哋咯？應該正確啲嘅係有一部分你見唔到嘅，就係去台灣讀書嗰啲人。咁當你話如果最後一次見到去台灣那些人都是5月22日的畢業典禮，基本上見不到了。這個新冠肺炎香港今天增加2宗，